太英勇了，小伙子对人家连踢带打。行了行了，别那么多话了，谁让你们路过这儿了？那路过这儿犯法吗？啊，路过这儿有什么问题啊？该走走啊你，你原来你都在那边，今儿跑这边管什么事儿呢？你说拄着拐你踏踏实实吧，这帮那帮的，你说这不应该在您这个执法的这个范围当中，你不应该，你也不应该帮人家，你不能说的出现这个问题，先踹的人家，对吗？对呀、啊，他有没有他这样的？先骂人，先骂人，还骂人，还那什么打人啊？欺负一个残疾人，太不像话了！还给你拉半天，劝半天，没有这么干事儿的。没错，你劝个那，你这是给人警察找事儿，对吗？你警察在这儿执法呢，你这不给人警察在找事儿呢？你要是不劝，行了，你都明白了，都明白，你别来啊！那你也不用打人，没有预防，没有制止。110，110，110，对吗？你110，你在一警察在这儿，你预防，你制止了吗？怎么制止啊？你们这胡子过来吗？这么多人，110啊，哪个都不行。胡子不过来，他一个人打架，我多少人劝都劝不了。你干嘛来了？是不是这两天又缓过来了你？啊？我看他打人生气，我不是冲您。打你没有？他为什么打你啊？你跟他有什么仇啊？他打人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欺负人这一残疾人，不是他得拿拐帮人，我这先踹的人家啊，他先踹的我，你这拐是堵着走道用，你帮人，他先踹的我，他踹我，我不帮他，嗯，都是你的理由，围观同志们，散散吧，啊，一会儿把这再堵了，好家伙。别那人家劝了，这是别怎么着？手机是不想要了？想啊！不然我给你家摔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说给你摔了，听懂吗？马上就找事儿来了。什么叫找事儿啊？你是不是找事儿啊？什么叫找事儿、啊？制造混乱你！我怎么知道混乱？你拿手机录什么你？就你有手机是怎么？对，就我有录。我。